政府呢，为了要让大家更了解彰化，因为我们八卦山上面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，那但是呢，大家过去都看烟火镜哦，在地板的不太了解。那实际上我们为大家精选了八条的一个这个登山步道，那从我们10月7号一直到11月30号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走一走，在这边爬完山，非常悠闲的喝喝咖啡，吃吃冰淇淋，那或者呢就再走一走几个景点哦，那也记得把钱消费在这边就对了哈。那记得呢，几点每一次的场次我们会给个小礼物，几点之后满4点以上，我们呢会来办大的一个摸彩，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都走出来亲近大自然，让你身心灵更健康哈。